现在我们来到了赛默菲仕尔公司在北京的客户体验中心，这里有很多的水质分析仪器，跟我来看看。我们在赛默菲仕尔，位于中国北京的客户体验中心，这是一个专门从事水质分析的实验室。我旁边的这位是这一领域的专业人士张秋泽女士，请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实验室。水质分析实验室产品帮助各个行业的用户在水质样品上边进行快速便捷的检测。如果从技术上划分的话，我们分为电化学仪器和比色仪器。电化学仪器上边的话，我们是涵盖了全线的电化学分析仪表，它包括了有 pH、ORP、电导率、溶解氧以及多种的离子选性电极检测。在比色产品上边呢，我们包括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个余氯总氯的检测，总磷总氮，以及氨氮检测、COD 测量，还提供有方便的这个便携式的着度仪。我们有两个产品系列 ，Thermoscientific 产品系列和优特产品系列，请介绍一下。水质实验室产品呢，我们主要分为两个名字，一个是 Auran， 也就是奥利龙，另外一个是优泰克。那对 Auran 奥利龙来说呢，那我们知道的离子选择性电极，包括我们拥有专利技术的这个ROSE 参比系统的 pH 电极，这两款技术都是奥利龙最早发明并且制造成商用产品，用于分析检测工作。对优泰克产品来说呢，这是我们另一块拥有非常良好的硬件设计的电化学产品，像我们知道非常便携手持使用的这个pH 以及电导率还有盐度分析的这样测试笔，非常方便现场工作去进行快速的一个检测。同时优特呢，除了提供这种小型的测试笔，还有非常好的一个使用 Windows CE 界面的全智能化的电化学分析仪器，这个都能帮助用户很好的去完成他的工作。谢谢您的观看，请查看 thermoscientific.com 来更多的了解我们。